近视手术本身并不是一个谣传或者是一个恐怖论啊，它确实是客观的、安全有效的一个手术。只要大家去正规的医疗机构，其实呢，它的质量是有保证的。本身的话呢，我们激光只是消除了我们的一部分角膜，大家可以理解为呢，就是把这个近视眼镜啊重新植入到眼内，但是它不改变眼球本身的形状。我们的眼睛呢会随着高度近视的发展呢会有拉长，那在这个过程中呢，哎，我们的周边视网膜变性、萎缩，出现视网膜脱离的风险其实还在。所以，激光手术本身不能够说治愈了近视，而只是让我们不用戴眼镜而已。